教大家耕种，五谷丰收。所以我们讲到红豆恰是，所以有变红梅啊。啊不会啊，你若去遐老店，看伊来变黑梅呢，因为伊就是尝百草，就吃到了毒药，所以它也算是药神。所以有病毛病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规划，不是只有让你走马观看哇，你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说，哎，哦，原来神农大地它的过程也是这样子的，那也同时来了解我们士林发展的历史，你们可以慢慢体会哦。我就先讲到这里了，不要影响你们吃拉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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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士林神农工的全体总监事，还有副主任、工作人员、日人员，我们来这个神教前面，我们有一个团拜仪式哦。台北市树林七道宫上元吉安烧炮祝福您，福意心感交江，随修家里有情，圣德公代有下面已无疆，今季台湾台北市树林区福德阳古街七道宫乡王家境恭迎福德正神出巡遥境烧炮吉安七福福音信书在怀法理台北市树林七福宫董事会董事长何一雄副董事长张武平联谊董事长郭兆健相关干事林正玉，相关干事左春红，前家福的正神，后家福的正神，刘为新奇，仰望圣主龙感，出巡烧炮以后，树林是龙宫，合敬林顶，树龙甘香就别播，让力老小乐春风，家家和睦，和睦天祥。真理肃清，理想和平，我国复兴，祝福天星，人丁大友，世向太平，素食无灾，不折有情，灾车变变，瘟疫消离。今日相关烧炮参香礼拜之际，由董事长何玉祥率领全体立定，恭献我国圣地。福德正神刘新奇向上向你初上明香拜，再上明香拜，三上明香拜，一香。保庇啊，大家事事顺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咱即摆请咱李正奇。
他的朋友哦。拜托伊这跑啊区收听，跑啊老拉落的时阵，哦，速度足紧的，啊声嘛足大声的，我们第一次啊的战炮运动已经准备了差不多了。好，我们今天准备的非常非常多，所有时间。咱请所有信众，咱用上热烈的掌声，咱来庆祝元宵年。来，请我们现在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土地公莅临会场，师傅。来，就来，在咱参拜、咱开机或者进行了后，要进行第一届的这个人土地公的活动。咱土地公呀，接受咱的布料，下面要处理顺境哦。依照人工的，咱来掌声。树林新乡当主长何伟雄，何当主长来放炮炮。
病啊，哦，有土石有一些关节，你看你的神尊他的神像的造型，他的手上会拿着一个金元宝，哦，所以他也是会死财哦，就是我们民间就是把他当成财神哦，所以其实才会有这个供庙里供的习俗，就跟那个哦，我们像这个台中啊，哦，或者是那个竹南他们有。这个邯郸哦，大邯郸哦，这一样的习俗哦，所以那个托里公是大神哦，所以啊、哦，大家来看这个龙托里公呢，托里公国宾大家哦，今年一定会大赚钱，大发财。哦，那今年那个参加这个哦，这个赛跑。咱即摆在要进行的是咱上尾啊，圆满的上尾啊，圆满的南土地公庙埕了后，咱的本尊土地公就要出力施行，就要出力施行。啊，这嘛是咱树林古街关的特色，关小平的特色。来，各位，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我们准备恭送。出力输尽，依照咱树林附近的意念，来咱家后家来顺顺的，来祝福咱。